眼睛会造成视力模糊。要全面保护眼睛，除了吃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之外，其实呢还有一个隐藏版的护眼高手，叫做虾红素。虾红素的抗氧化力是叶黄素的 2.7 倍，多吃含有这个虾红素的紫菜、鲑鱼以及小虾米，可以防止视网膜被破坏。聊天、看片、打游戏，一天24小时，您花多少时间在3C 产品呢？担心眼睛会因此快速老化，不少人会靠补充营养品来保护眼睛。鱼油、叶黄素吃哪一种好？最近10年，科学家的最新发现，在龙虾身上的虾红素护眼效果更好。吸收效果的话，会比叶黄素还要好。那因为它多了一个同基的话，所以它的抗氧化的能力，它比叶黄素的话大概高了大概2.7倍左右。其实各种营养素护眼功效可不同，当光线进入眼睛视网膜，代表盾牌负责抗蓝光紫外线的叶黄素就站在第一线，而虾红素则是要防止视网膜被破坏，一旦伤害太严重，鱼油则是用来修复视网膜的神经细胞，因此这些营养品都是相辅相成的。深色的蔬菜它们的含量都很够，所以可以达到那个补充叶黄素的效果。其实从吃就能简单做好视力保健，鲑鱼、虾子或是紫菜这种红藻类的食物都含有虾红素，但是真的要保护眼睛，还是少滑手机比较实在。记者张俊慧、蒋瑞琪台北报道。还要带你来逛一逛车展，推促销拼买气，有进口车打出购车现金价直接限折20万元，堪称是历年来。